头先讲点半钟的课安尼吼，大家会感觉讲足困难，啊，但是无要紧，恁只是干来一个基本概念就好。啊，将来恁啊有一天真正咧实务上有啥问题，再过来并且拢无要紧，吼。啊，真侪物件会当甲你帮助的吼，就是讲即摆资讯足发达咧，啊，即摆囡少年囡仔吼，嘛拢足聪明的，电脑一个吹吼，电脑计算马上出来，这数字啊公式甲套入去，我讲迄、那个。ES 加 W 迄个物件吼 ，WS 迄物件，131跟131迄物件，拢怎啊放入去电脑都算会出来。啊，过去无的时都要用手算。即摆咱来进行咱的闭幕式吼，我首先吼要来感谢几个少年的，足甘心的，吼、哦、有三个少年的，当然应该分四个啦。都是三个呢，有一个。那个廖玉祥，哦，咱读观光科的廖玉祥有来不？我伫上后边，大二的学生啦，哦，实践大学哈、哦，大二学生啊、哦。啊，第二个林明生有来不？林明生哈、哦，那个嘉南药专哈嘛是大二学生啦哈，搁、哦、一个陈威华同学，哎，啊。那个是昆山科技大学嘛，吼，啊，个一个是邱亚玲，吼，啊，马上了大二、大三的程度，啊，伊讲有套路啦，所以吼，我想哦，足甘心的，拄开始嘛，赚无偌济，你赚了5万块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啊，40年次哦，哦，啊，所以来太靠钱啦！啊，伊讲伊二专毕业的，我想伊讲话足少年的吼。啊，然后我讲这三个男生啦吼。啊，昨咱分组讨论的时阵吼，伊讲啥嘞？我讲足感动的啦。讲哦，因为了要来遮上咱的课吼，去拍工啦。因兜的人唔来，啊当然唔好钱嘛。啊，叫我去打工啦。哦，来收份的是5000块嘛，打工来的啦。哦，啊，这里这边来加10000块嘛，打工来的。啊，有甘心无？甘心。所以我昨暝我就甲秘书长讲讲，有这三个囡仔哦，真甘心，甘免甲奖励一下。好啊，哦，啊，你需要那个奖励拢随在你啊。哦，咱秘书长来，大家鼓掌一下。我讲哦，咱来发奖学金会啦，吼、哦，无他讲真济啦，啊，意思个精神鼓励者，精神鼓励者来，咱即个吼，后提名先表决，陈伟华同学一包奖学金，来，请你来收，请出来这里，迄个过来，林明生同学。来，请你来啊！过来就是迄个廖玉祥同学，好、哦，请你来遮。哎、啊，迄、那个照相，怎样会当甲阮照相者？请人来照相者。啊，退场头先伫遮吼。对啦对，因讲吼，拄开始的时是看网路看咱的物件呢，咱的论述呢，也够足好呢。刚就好的时候，就甲同学讲呢，同学人讲啊，甲笑我啊，这无效啦，这无效，恁那这哪好？哎，唔信邪，伊就来受训啦，先来上那呢20期哦，20期哦，21。有冒险精神啦、啊，有冒险。哦，又21期嘛吼，哎、啊，就24期啦吼，来听听讲足赞的啊，啊等于讲哦，等于买一本那个新台湾论啊，等于讲从头到尾看到尾啦，有感受不？这种的认真的态度吼，是咱来给奖励啦。这款的难得的精神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即摆包一个红包，吼，啊，给奖励，吼，我讲这是一个奖助金就对了吼，奖励因的这个精神，啊，然后继续发展。同时，那么邀请这三个来加入咱的网军，啊，拄好三个人拢南部来高雄的，吼，迄个咱的廖同学是台东的。但伊读册伫高雄，啊，另外这两个台南的吼，啊，当然嘛，爱感谢咱沈志宏甲因鼓吹啦吼，
啊，迄个，咱潘志宏，甲伊告诉，啊，所以是吼，啊，但因精神就好，所以因就阿萨利，讲好，我们加入网军，咱就要南部要设一个咱南部的网军，那将来咱网军会当到中部聚会，北部的网军是一个月聚会一届，啊，那么希望将来南部网军嘛聚会一届。啊，将来当做中部的时候，大家会在一起，只要两个月、三个月聚会一次，安尼，希望是安尼。所以，即咱迄个司法大臣也在我甲讲讲好，伊伫南部要筹办一个网军安尼，已经有七个伫遐，吼，佮加上这三个，咱就做留一个安尼。吼，所以来，我先甲颁奖者来。好，大家拍个手，请三位入座，啊，听集齐。好，哦，对，好，我们现在要那个发放这一期的毕业证书，哦，啊，请我们那个吴龙杰吴副参议长来帮我们这个下面两位。请坐，请坐。所以，我想各位同仁都看到了，我们有三四位这么样年轻的，可以说是小朋友。我们六十几岁、七十几岁人，感觉到非常温馨、非常感动。因家长讲叫伊唔通来呢，哦，因同学讲我也冇去哦，哦，网络上有人咧甲伊骂，伊讲我无来看，要来知影，哦，爱真正来看咧，来听课。21期、24期来了，讲哇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啊，切点讲，哇，真正看，眼头看到尾了啊。所以，当咱讲要邀请大家来上这个课的时候，高级参议员，因为报名就来了，没有钱怎么打工？咱有这款情形，何患不成功啊？咱来看，1947年二八事变发生，咱司法部长讲来讲，有一挂。迄款呢，祖国派，还是讲做过教别个，去互国民党台是迄应该。但是咱有一挂啥，社会贤达、社会精英，啊个啥，社会精英支持者的民众，冤枉死的，啊足济。然后，遐祖国派后悔了，社会精英有也无台死的，早在海外1950年开始，三年后就开始台独运动，吼、哦，过来就党外运动，1960年代开始党外运动。过来就是啥？1980年代过来体制内改革运动，就是民进党。结果1988年无外久，1986年民进党成立，1988年李登辉的执政了。台独运动说变成啥？一方面放弃啥也坚持，无坚持嘛，无坚持讲要甲国民党引导这个意志，怎啊走入去啥？演化论去支持啥？李登辉支持。陈水扁当支持民进党的体制内改革，行来行去，甲像咱撒开讲的，
伊中昼已经离开啊，因为伊讲伊拜二出门，甲即阵还袂转去啊。和沙卡，凶啥？咱有法律论述做咱的轨道，那看安怎行？这个轨道是直直的，冷酷无情的，是直接把我们引导进我们的目标的，唔是像迄个什么体制内改革，还是讲证明自信，还是讲这个台独迄个革命，安尼写来写去，写来写去。写到这阵，腰唔知影方向伫倒位，所以各位爱甲大家鼓掌者，甲你本身鼓励者。咱行的路是正确的，恁行的路是正确的，每一个人都是正确的。只要咱坚持落去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咱已经接近目标，对不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相信啦，咱今日这三个少年的来是正确的，完全正确。所以吼。咱有这个真坚强的法理基础，行到对拢会通哦。有这款的物件，咱来加上咱大家这款的精神，啊，把这个精神搁伫全国所在基层去摊开，然后咱就加一群人才出来，咱免惊现出时台面上这政治人物，因安怎讲？因唔知道咱这个物件重要，因无了解咱这个物件。迄款的复杂性，咱会当到即摆为止，咱会当甲过去咱法理论述这个物件，咱秘书长所发言的这物件，何瑞贤顾问所发言这物件，咱会当甲统合起来了，吼、哦，咱会当胜过因足几倍，咱已经超越前进，这就达到咱在互相鼓励、互相勉励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感觉足伫这个所在讲这话，感觉讲我能够参加。这个活动能够参加我们民政府，能够参加法理建国会，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共同奋斗，感觉无上的光荣，非常光荣，嘛非常欢喜。大刚，拢咧想讲，一刚，咱若是真正接了政权的时，要安怎做？咱才会当把台湾带进一个那像先进国家、像欧美很进步的国家、像日本很进步的所在。咱的母国日本做啊真好。结果呢，咱因为六十几年离开母国了，咱煞一直沉沦下去，这是咱心中足大的痛。咱的努力，唔是为家己食较济，唔是为家己较嚣摆，咱是要为咱的祖先，为咱的子子孙孙，来把这个土地变作一块净土，这是咱的目标，咱的责任。所以啊，咱大家徛做伙，认真来拍拼，为了这个目标，共同来努力，这是对的。啊，咱嘛爱把这个物件，咱这个福音，咱所了解的法理论述，出去外口尽量跟了朋友都去遐讲，讲一届未通，下一遍阁借机会阁解通，讲一届，一届两届三届四届，渐渐咱的物件出来了，咱也公开化了，真明显，因就马上会当体会，马上会当了解，马上会当觉醒，安尼咱就成功啊！到时阵啊，中华民国。还是讲，这中国人应该就偏阿望呢。伊若袂要留到遮，都要接受咱的所定的法律，接受咱的公民权利法案的要求，宣誓才会当变作公民。若无，伊是一个孤流民尔，袂使替咱台湾人做决定。这是咱的目标。所以我相信，这款的日子应该真紧就会到位。我相信，有一天每一个人会感觉足满足。我终于在这个历史决战的时刻，我站在正确的地方，所以希望大家自己鼓掌一下。我相信有一天，那洗脑筋的，哦，到今还没觉醒，他会跟我后悔，他跟我说，那当时我如果这样，如果要去国民党，那当时我如果这样，如果要去中华民国，迄阵我来遐讲，要去支持正名制宪。经过二十冬，不管是李登辉总统，或者是陈水扁总统，拢无在正名制宪时，以后咧戆未煞。咱甲看讲，最近以来，不管是台独派，或者是讲民进党，已经开始行入去衰尾阶段。昨暗分组讨论，王启东先生吼，嘛真讲啊足对个。伊讲我所观察的民进党，大家甲鼓掌一下。因为我所观察的，民进党就是在行衰尾路啊，
哦，所以哦，我们需要再加一把劲，加一把劲，咱对基层做起。我一再甲大家报告，就讲两礼拜前，就是讲前礼拜，我参秘书长做个情况讲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要下乡到基层去宣导咱的法理论述，和咱基层的人，咱讲理师求助也，还是讲啥？还是讲人才埋没伫这里基层，咱就去下乡去演讲，然后把这人才挖出来，咱就足侪人才通用。那边看民进家慷慨的政治人物，啊，国民党啊，这个、中华民国体制，这拢已经慷慨的政治人物，那免甲稀罕，咱有这志气。我们自己来，伊若要来咱这个所在，可以要对初级班训练开始，先三天的初级班训练、高级班的训练，然后将来若要做咱的行政官、做事务官，嘛是要接受咱的行政大学磨练，至少要三个月的课，把这个物件，两个公，一个方程式，一个公式而已，爱公三个月、四个月才讲会清楚。你家足侪面面角角 ，B 的估计、C 的估计、R 的估计，这款的物件的估计 ，GNP 哦，投资的估计哦，都市化的估计，这拢爱估计，拢爱去了解。迄是咱将来行政大学要讲的物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这是一套一套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法理论述的过程，是要得到政权，要甲中华民国请伊离开台湾，和咱得到咱的统治权、治理权。哦，民事治理权的先，那在美国军事占领底下，咱来建设台湾。哦，然后所有的行政人员拢爱有加共识、加了解。所以不管是行政人员还是咱的参议员，拢爱以台湾这个国家大事为己任，讲求大是大非，在言行上、言论上或者行为上，拢爱家己好好的。自己要约束自己，别放浪形骸，就是说别酒喝到醉醉醉，话别说得很满，别说较歹听话，咱讲话尽量要较斯文的，互相中间，大家要吼较，当然就是说咱甲外人嘛同款啦，拢要表现咱民政府的风范，有这风范，就讲诶，互人看讲，哎呦，无同款咯，参加民政府了，气质有改变，所以吼，我是感觉足欢喜。我伫这个所在，安尼都，咱对去年一月，甲今就一年过一个月，咱每一个人来参加这个所在演习、甲训练的时，咱的演习会啊、演习营吼，还是训练课程的时，大家拢足专心，大家每一个吼，会使讲足拍拼，吼、哦、啊，聚精会神听课，啊，然后每一个人甲工作上课了。收获良多，这是咱希望的。所以啊，咱希望讲吼，咱希望讲吼，这个秘书长有啥代志？好好来哦啊！所以吼、啊，咱希望讲吼，这个精神继续甲维持下去，好唔好？多谢各位，咱就要请秘书长甲恁讲十分钟的话，多谢。起立。我的话对，我爱话，我话一个来，我较早做班长，我就话话。李俊，经理，请坐。总理，啊，那个议长，哎，各位长官吼，啊，各位同志吼，我有几项代志，因为我想讲，我今日透早吼，五点外就拼去坐高铁吼，对南部啦，啊，差不多。随肯拼倒转来，我知影三点半以前爱到位。啊，有几台要甲报告哈。24号哈，就是后礼拜的拜五5:10，日本的第一团九个人要来访问咱。啊，这个第一团呢，拢是法学院的啊，做学者。第二团是3月30，有15个人，迄是啊做议员，要来和咱做伙啊开会。即个学者要来开会，即个议员要来开会哦。咱是会当，咱是公开吼、哦。你有受过高级班训练的吼、哦，咱只欢迎啦。迄、那个欢迎的，就是讲
我甲各位报告，迄个也做日，迄、那个日程哈，啊，你家己安排你的时间看安怎？24号呢是拜五，因5:10伫松山机场降落了啊，咱马上用车啊，驶转来吃。驶转来吃的时阵哦，咱简单吃一个饭。迄、那个暗时7点，咱就开始举行日台、日本、台湾共同联盟的第一次的会议。啊，二十五规工开会，26咱安排哈、哦，要去宜兰哈、哦，啊，要去迄个原住民的所在啊，啊，去游览一下。啊，27的早时10:10呢，因要去为松山机场啊，要飞倒转去。这是咱的第一次的日台共同联盟的会议。啊，咱这个会议呢，咱的会员哈、哦。当然，迄会员一定要高级班以上才会使。吼、哦，你高级的行政也好，高级的参议也好，你有资格当参加。但是歹势吼，啊，你参加你家己的食饭啦、住伫遮啦、吼啊游览啦，迄、那个钱是15,000块吼，啊，你也家己负担。爱先报名，即爱先报名吼、哦，因为咱嘛要控制迄个人数，袂当伤济，即第一点。搁再一摆要甲大家人拜托，就是3月2号，吼、哦，就是25期啊，因为。你今日回去了，你可能明仔你也看到报纸，蔡英文已经宣布未来要向一个中国啊靠近了。蔡英文已经宣布，伊讲未来啊要向一个中国啊靠近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伊向一个中国，伊就是讲美国这个支持，其实他错了，真正他错了，他搞错了，美国不是支持。啊，就咱爱靠近一个中国了。92共识不是表示说我们要去靠近中国了。92共识，您知意思不？拢知嘛？就是我们承认一个中国，但是台湾是台湾呐、啊。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呐、啊。啊，伊到即摆搞不清楚呢，足可怜，我感觉真正足可怜的。因为这边伊去迄个美国访问的时候，9月份去的时候、哦伊无去国务院，伊无人无请伊去国务院，是国会地口的这个做主任含迄个国安局一个人、两个人甲伊面谈。啊，你若唔相信，你去问伊啊。伊用伊连讲，啊，你来知影，因为美国甲咱讲的。啊，人迄当阵伊会晓讲吼，啊，做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啊，美国真欢喜讲，哦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安尼对啊，安尼对啊。哎，讲回来了，10月11去宣布讲。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哇，夭壽啊！美国气一个，啊，美国讲安尼，这人危险，这人是要行独立的路线，要行独立台独。所以呢，美国才是选择啊，做马英九啊，因为马英九到今日为止啊，伊无去打着红线，你甲注意看，伊发表的。无去打着红线，啊，等于是蔡英文打着红线吼，啊，即摆伊害啦，啊，伊像如迄谢长廷吼、哦，去甲伊讲了吼，嗯，害啦，伊讲要向中，谢长廷宣布讲，民进党应该向中国国民党靠拢，啊，夭壽啊，啊，中国国民党马英九虽然伊无要，伊虽然唔敢去打红线，但是因老爸讲啊，做画图建统啊，系因老爸讲的啊。啊！伊拢否认讲，迄是伊的主张啊，伊唔敢安尼主张啊。所以呢，咱的任务啊，要愈来愈严肃啊，愈来愈严肃。我先说呢，要利用时间甲各位讲，这边的迄个反日事件哈，迄、啊那个马奎奥含迄个计程车司机的代志哈，我相信恁大家，你今日这个代志，你若卖改当作讲伊是日本人，是平平台湾人啊，甲司机吼发生纠纷吼啊，相拍。安尼的时阵会安怎处理？含迄、那个甲日本，即、這个日本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人甲迄个马奎奥是日本查某囡仔吼，安尼发生的代志，你看看伊即处理了啊，啥物款的情形？你安看就知影，迄就是造成反日。啊，即、這个反日是创啥？头前的美国的牛肉反美。坦白讲啊，这个反日实在是针对咱台湾民政府啦，因为3礼拜前。北京大学的教授孔庆东啊，电视访问当场安尼讲呢，因为有人伫迄个
捷运的内底吼，啊去食物件，吼，啊做中国人伫遐食物件，啊香港人吼，啊都改干妈就对啦，意思讲吼，啊这规定袂当食吼，啊你若食你啊无水准安尼吼，哎啊伊个倒嘛，伊讲吼香港人拢毋是人。啊，香港哦，啊，受到这个殖民统治以后啊，拢是变作吼、哦、外国的狗。啊，但是后边迄不屑句的说才从台湾甲刷来呢。伊讲你台湾人比狗还要不如，但是后边这句话就是向咱的哦。因为竟然有一小撮人跑去日本要求跟日本统一，我们不是要日本统一哦，咱是要啥自治哦。啊，腿下边不要烫啊。伊讲要统一，我们不是要统一，所以呢，我讲咱这个论述吼真深，哈真深。为美国开始军事占领，一直到今日日苏美战，拄啊开始，迄、那个2005年、2006年迄个时阵呢，开始伫讲是啥？迄当时遐不晓读册人就骂咱讲美苏美国的鸟气啦，哈。美属讲咱美国鸟气，迄个时阵，咱就讲吼，我们不是美属，因为迄当阵其实美国已经予咱知影讲日属啊，啊，所以我就一直否认。啊，嘛好，迄个《中国时报》足好大胆的呢，《中国时报》甲这《中国评论社》哈，啊，就报纸，因的报纸就甲偏出来，讲我是美属啊，51州，哦，机会来了，我就甲告。啊，我甲告吼，啊，就去法院嘛，我告几个人，你知道？我够死个，死个！中国诶，中评社的社长、总编辑、记者，啊，《中国时报》的董事长谢衍明啊，蔡衍明啊，死个我都甲告，啊去告吼，啊去三个乖乖出庭了吼，啊但是《中国时报》歹出庭呢，我都甲法官讲啊，哎，报告检察官啊，媒体是不是有豁免权？我爱就足歹势啊吼，啊就甲迄个《中国时报》的迄个一个迄个法务的甲讲啊，你听到没有？要出庭啦！啊，落尾啊吼，落尾啊，迄个啊做迄个迄个啊做因的迄个法务吼代表吼啊，因为甲都甲讲啊，甲求啦，伊讲吼啊，阮蔡先生吼真正出工啦吼，伊无都出庭啦吼，啊你有啥物要求吼？你做你讲啦，爱偌济钱哦，啊阮拢要赔啦。我讲你是看唔着人啊！拄拄啊，拄着一个无爱钱诶！我你看错了，哎呦，啊无你要安怎啦？我真简单，你因为伊伫迄个中时诶，迄个网站吼，我中时诶网站诶头版头条，甲顶顶三工，我才要饶你。哎，真正顶呢？哎，顶几工呢？一顶四工，啥来四工？因为吼，本来可比讲啦，讲我甲规定讲2号、3号、4号。哦，安尼啦吼，啊，结果伊啦，1号、2号就定啊啦，啊，定到迄、那个，伊就1号、2号、3号，啊，但是我甲伊签的时阵是讲爱到4号对吧？啊，3号伊就再是就甲拗来，啊，拗来可能互因的总编辑看到吼，较紧我甲藏起哩，因为伊是讲哦，甲咱签4号，啊，我拢用法律的，伊说安尼吼，哎，啊，佫加一工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是2、3、4、5，啊，啊，就定报纸，啊，定了啊吼。外口都无人讲，我是伫主张51州，都无人佫讲吼，我是美属，吼、哦，啊是，所以即有即、這個，因为那可能那迄个小卡吼，带你妈，我是不爱插伊啦。啊，但是那报纸妈哦，哇，这机会呢，掠着佮电啊，无你佮伊客气啊。所以呢，我拢会等啦吼、哦。所以恁爱学我呢，即点要学啊，爱沉得住气，吼、哦，唔讲呢，人佮你妈阿扁有讲啊，妈也袂死啊。所以呢，你要沉得住气，啊，拄到时间呢，才反击，啊，足有效的，哦，啊，你想看哦，啊，即摆那个反击以后啊，《中国时报》哦，唔敢阁惹咱这个团体啦，你啊看，唔敢惹，啊，无《中国时报》迄当阵吼，拄拄啊含这个啊做，中国的买迄个旺旺集团的买迄个中国迄个物件吼，对着这咱这台湾牌拢乌白颠的，独独唔敢点我，伊有机会嘛？啊，所以非常签契约书，我有甲讲啊，你不可以再犯哦。你如果再犯的话，这条做一审哦，绝对袂再犯。啊，我今日就是讲，咱的后期哈，后礼拜17、18、19哈，是咱第二期的参议员班，
还是迄第一期的行政班你无受训的，拢爱来补，哦，一定爱来补。啊，所以即、這个吼啊，因为咱大家拢是参议员较大部分啦吼，啊，但是台南州甲即个高雄州吼，拢伫拢放伫后期。啊，即期可能有人有迄、那个迄有迄个大学无下的吼，啊，特别人来受训。啊，我是要甲大家拜托三月二号的二五期啦。三月二号、三号、四号是二十五期，啊，搁刷落去三月九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是二十六期，啊，所以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吼是连刷连刷一礼拜一礼拜，因为后壁这个这两期吼爱从头前再啊，咱共占这个时间去吼爱共补起来，啊，这是爱咱所有学员吼啊来做伙来拍拼，啊，稍等下吼啊楼卡翕相，啊，我先讲一下吼。这个咱这栋的头家哈，感念国语啊，讲要送一个哈，捕蚊灯啊。迄捕蚊灯遮大粒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迄不是五百块，不是，对啦，爱来拍手，对。啊，你若拍手哈，我跟你头讲，伊迄仓库哦，翕翕相翕了才通去摕啊。你若讲厝，我讲伊讲我厝足大间哦，我爱两粒，伊话了，给你两粒，啊，卖讲我讲的。哎、欸，真好用嘞，真正真好。迄坑嘞吼，坑嘞，伊个吼，伊个有专利个哦。迄坑嘞，迄个弧形网啊吼，拢会人吸吸死。所以吼，迄是干呐咱家有俩嘞。啊，上次有啦，啊，就上次人安啦，上次人甲拍手啊。上次吼，哎、欸，我咱等下啊，不然甲睡下一下，啊，再拍手。啊，不然就欢喜讲，啊，无我来上因捕蚊灯呐。哎、欸，大家拍手一下，较紧嘞。较大声嘞，较大声嘞！所以等下吼，翕相翕刷吼，去后壁去提起，主动家己提哈，无必家己上。啊，你无翕相，卖去提哈，先翕相了再去提，好冇？好，来，咱来下课，请你。李静，今日，下次，迄个要发。